一口定江山，这次比较特别哦，因为刚刚收到风啊，所以我们这一集要录的就是各大知名品牌的素食店，好比麦当劳、肯德基这些哦，或是摩斯，大家都很清楚。但它有一些很棒的商品，但是知道人不多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都不行，诈骗集团来，第一个先来，可以，还蛮好吃的。哦，那时候去吃麦当不得了，要穿很帅气哎。顶呱呱，呱呱包，所以一定不是，顶呱呱大家都知道。不可能是炸鸡嘛，因为顶呱呱是卖炸鸡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像那个面包那种。你信不知道顶呱呱有这个。玉米啊，热狗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嗯，这叫什么？德式香肠卷。德式香肠卷，你有听过啊？有听过啊？但是深获好评呢。他基本上如果说有出这个商品，然后质量不多，代表他卖的不好哦。卖很久了，一直有人在，不然他怎么下市啊？可以耶，还蛮好吃的。它里面的那个热狗啊，就是你要是去大卖场，有一个叫上面写欧式香肠，它是带脆口的，或者像有时候你在吃那个。像热狗里面的 Wiener 就是维也纳香肠，它是咬下去皮是那种 butch 会脆的那种。顶呱呱就卖这个呀？没买过吧？我老人就算了，我刚刚过去两个年轻人，没有人知道，真没有人知道哎。外面这样很脆，那你可以看哦，里面那个香肠热狗还是有汤汁的。哎，这太特别了。墨西哥辣椒哎，深得你心啊！这就好吃哎！你看吧，卖很久了，卖很久了，而且每一家店都有。真假？那就可以买哎。吃完，你要吃完，对啊，一堆哦。好，先坐起来。来，好。刚刚那个是好吃，然后真的是，你知道跌破眼镜，因为刚才讲说怎么可能，第一个就傻了，而且不是只有我傻，如果我傻就算了，现场大家都傻，这代表是有志一同，都傻子，对不对？然后顶呱呱卖很久，人都不知道，下次你可以看。你看到那叫什么德式香肠的，德式香肠卷的，我觉得可以哦，它微微的辣，然后那个香肠是带点脆口感，是舒服的。如果下次除了呱呱包，我会再买一个这个。这个包装我看过，等一下哦，它是那个什么牛？那个安格斯牛的那个蘑菇酱的，是不是？那个系列，那个系列，那不是我说的那个、啊，不是牛，鸡哦，对，它这一系列的牛就还蛮多人知道，但是它还有蔬菜、啊。我有吃过安格斯的蘑菇那个啦，松露蘑菇那个，对啊。蛮好吃的，它那个美乃滋又带点烟熏味啊，美乃滋很迷人，蔬菜感很够。哦，这个那个你去吃什么劲辣鸡腿堡啦，或干，它都是用那个美生菜切成丝，然后放在里面，它吃会拉个鬼耶。那但我们要省，我们这样再拿来吃啊。这个是整片的，这个蛮好吃的，没有吃过。你们两个被你们知道吗？你知道？
你知道吗？这个鸡的这个你知道吗？太贵，我不点。太直接了吧？那你就点什么？你就点什么？金大鸡肉啊？金大鸡腿吧？对啊，麦香鸡。麦香鸡啊？麦香鸡还有卖吗？有。哦。鸡腿肉，感觉它是整块的，感觉啊，然后它的面包体比较特别，它跟之前麦当劳的面包体是不一样的，闻起来就是带点烟熏味，是很特别的，嗯，就可以哎，但150多块钱感觉它真的比较贵哦，但它相对的，我说真的，麦当劳不会拿来骗人，它就是它的 quality 一定比较好，因为面包比较好，鸡肉比较好，对不对？里面用的东西比较好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打枪第二弹又被打枪了，好，我们现在1 2 3 1 2 3 4 5，我们五个人就是生命共同体，好不好？如果待会拿出来，我们现在就比赛，看待会拿出来，有人觉得说，哎，这我知道，那你赢了，好不好？目前我们五个都是笨蛋，好不好？摩斯是不是？我现在很紧张了，被连续打两枪了。摩斯应该我该吃的也都吃了吧，对不对？摩斯你应该比较少吃吧，因为比较贵一点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命运共同体吗？我替他着想啊。这个摘鲜率，然后上面写植物肉，这个可能对台湾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啦。哦，对啊。但是台湾很妙啊，台湾就很喜欢吃，很多在吃全素，但没有吃它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看，哎，摘鲜绿，这不是普通绿，哎，而且有沙拉，大学。对对对，就是果酱。不用。这卖多少钱？这多少钱？100。那你不会买。这个太神奇了吧！绿成这样，这个健身的人呐、啊，或者吃素的人会吃素的，不见得会吃这个哦。就是沙拉，就是沙拉，就沙拉。那你说中间的那个植物肉，因为说真的，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，现在植物肉全世界开始在流行，那未来植物肉可能也会流行，只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还不太习惯。就好比说，在我那个年代，我一个朋友说，以后台湾会卖矿泉水，我第一个反应是神经病，谁会去花钱买水啊？谁家里没有水，对不对？但现在买水稀松平常。现在水的之前是茶、啊，对不对？以前哪有在卖？以前你们可能不知道啦，路上都有凤茶，对，一个那个，很多地方都有，学校门口也有啊。你拿个茶壶，小时候出门我们是要带水壶的，对不对？看到捧碟就装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有人跟我说，有一天要卖茶，卖乌龙茶，我说你是神经病。而且我们那时候去一些餐厅，他都会倒给你茶嘛，他是神经病。后来一卖，哦，大卖。对不对？你就觉得哦，原来茶是可以卖的，然后他进阶说卖水，神经病，茶已经有人，茶已经叫神经病了。后来起码有道理嘛，水什么道理没有？但水你看现在卖成这样，哎，很妙哦，各个品牌的水都在出哦，哦，水有没有差异？有一点差异，但是你要是真的懂的人，或者真的可以感受的人才感受到，不然你说真的，你喝那个喝那个不是差不多？那植物肉它也是一个新的东西，那可能摩斯走了第一步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没有跟上，摘鲜绿，它在人家有写嘛，新食感嘛，新的嘛，就给撤。Burger King 也有，也有我们不知道的。但我说真的，以前现在 Burger King 全世界第二名了啦，
以前其实第一名是 Burger King， 第二名是温蒂，第三名是麦当劳，在我们那年代。然后后来温蒂就慢慢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然后麦当劳往上窜，然后现在麦当劳是全美第一名，然后第二名是 Burger King。哦，但喜欢吃有烤肉口感的人，有香味的人，还是喜欢 Burger King。底线是啊，时间到会想吃 Burger King 啊，而且 Burger King 给人家感觉就是很大，重磅双层辣鸡哦。我不加西兰，这个呢？太大份，没错，吃不完。哎，这是很夸张，两块炸鸡在里面呢。你看，它这是两块炸鸡耶。它还有培根。还有培根呢。这为什么吃？这个如果是青少年或是运动，我如果以前国中打网球，这我可能可以吃两三个。对啊，他没有人买的原因是因为太大。没有，就大家。因为在中国的时候，等于你们是觉得蛮好吃的。对啊，蛮好吃的。哎，英俊，你可以买啊。我吃过。你说，你看。CP 值高，对不对？对。两块。啊，它就很辣，果然还是 Burger King 啊， Burger King 它的调味还是有它自己的一套。然后这个女生可能比较不会买，肯定不会，一定吃不完的东西，嘴巴张很大，这我都吃不完一个，这我可以吃完一个，这很香，然后。有人说是要把它倒着吃啊，因为下面的这个面包啊比较大，吸酱汁能力比较有。那它有酱汁，第一个它不会滴的都是，也不会弄到你的手脏。哦，上次我看网络那个，对，二话不说，忙去买了汉堡回来试试看，还真是这样，这样，懂吃汉堡的人。我第一次吃麦当劳的时候是我高。国三高一的时候开的，第一家店在民生东路跟那个快到敦化那边，哦，那时候去吃麦当不得了，要穿很帅去，不是那种家庭去，你看大家都去约会啊，然后隔了两三天吧，想说约就喜欢女孩子去吃，后来就作罢，因为觉得没有勇气看她在我面前嘴巴这样。啊！他哦，你赢了哦，对哦，还吃过呢。目前你一分。这个我很常吃。哦，你跟我加油，好不好？不要输给他，对不对？目前他得一分。刚刚那你们都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啊，也嗨，也嗨，也嗨！光这个包装一拿出来，你有吃过吗？有看过这个包装吗？你有？我这什么？是粥吗？啊？是粥吗？粥？肯德基有卖粥？应该没有，因为它没有汤匙。粥是不是？我猜的应该是粥吧。我摸牌一下。哎、欸，好像是真的粥哎、欸。饭。饭有吃过，你不要怕输，刚刚讲粥，现在说饭，有啦，明明就是怕输，为什么啊？饭要干嘛？点白饭配吗？这是鸡汁风味饭，它原本是一个套餐里面的副餐，哦，但是它渐渐的变成独立的一个商品，然后哦，好熟悉，我想这少了四样东西，我给你少什么好不好？一个红色的辣椒酱。一个黑酱油，一个那个葱酱，还有一块鸡，海南鸡，那就海南鸡饭的味道啊！你们看，一毛一样啊！哎，真的，它就是海南鸡饭啊，它就少了这四样啊，它就是海南鸡饭啊，对不对？可能有饭，我觉得是个聪明的，因为说真的，大家可能比较少有这种机会。其实吃饭配炸鸡是很爽的。
对啊，因为我们其实毕竟是吃米食长大，炸鸡吃多，你总想吃点不一样。那以前不是一炸鸡吃完就吃蛋挞，那就是你知道甜，就是腻上加甜，那会有时候不太舒服。怎么还在下去之后，我要想要鸡肉跟那个另外三个人，海南鸡饭呢？哎。你如果下班，你呢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常会买一些小菜，对，去一些那个大卖场，还有在卖那种热食小菜，有没有？那有他那有卖饭，就是白饭，然后一般的白饭都是冷冻或是冷藏的。然后呢，或者是比如说啊，你去行下靠吃加卤味的，对不对？但白饭你没有，你点一碗面回来吃那卤味，面带回家不好吃。对不对？你只要买那些卤味切切的，然后买个这个饭，我觉得是绝配耶，我真心觉得是绝配。这个饭很好吃的，它就海南鸡饭，它只是但海南鸡饭是长米嘛，香米，然后它是用一般我们这边的米一样，但它的香气，它是有带咸哦，它不是没有带咸哦，它是有带咸哦，所以它吃起来就是海南鸡饭的味道啊。但这个很可以耶，我想肯德基完蛋了，你相信我。他卖蛋挞卖到跟肯德基现在分家，肯德基开蛋挞店了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他就卖海南鸡店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可以耶，这让我太惊呆了。而且这个我跟你说，妈妈们，你有福了，把它买回来捏成饭团，说是你做的，拿去学校同学小孩子吃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包个三角饭团圆的，然后再用海苔包起来这样。海苔分成，然后吃晚上，这那学到带去学校，一拿开这样夹子，我看小孩就爱死，因为他现在也没有很热，他现在就几乎呈现微温，但是他的饭粒是好吃的，这个带便当会很好。哦，妈妈的捞彩杯杯，然后这个卡饼这样，对不对？但会比较有趣的是，你会发现哎，班上很多同学妈妈的手艺都一样，因为都买这个，这个带便当很好吃的。今天的一口定江山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这么多的素食店，然后我们几乎大家都不陌生，但它里面却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比较陌生的。而且重点是我们有五个人哦，吃过那个 Burger King 的时候，你吃过吗？对不对？你说你吃过，我是不太相信啦。对，因为你刚才第一个猜粥，但好，就算这次就算准给，好不好？下次不要骗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定还会有这种机会的。我没办法，没有，因为盖起来他说粥，他如果盖说是饭，那我就相信他。然后而且他很尴尬，就要看眼睛，他就打开，然后你就这样讲啊饭呐、啊，他就说哦对了，我吃过了，演技不好。然后未来一口定江山，还有更多让大家惊喜的地方。好，下次见。